Being 是指怎么样？这个人他的存在活着的，，his very being 就是他这个人，他自己的身体字体，自己的身体里面，他自己就认 finds food repulsive。这个 finds 不要解释成找到不找到的问题，OK？所以比如说。我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句子，很多地方你不要单纯的把它翻成找到不找到的问题。比如说啊，最近听说你去北京啊，是啊，OK，你觉得北京的食物怎么样啊？你觉得你去上海吃的怎么样啊？不错吧？那一线城市，OK，I found，这个时候就可以这样讲，I found the food in Beijing。OK。Was very delicious. It was very delicious. I found a food in Beijing. 那你要说什么？我发现，北京的食物很美味，能这样讲吗不能，？OK，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说？是不是这样说？我觉得这个北京那个食物很好，Yeah, I found 这个地方不能说我发现，而是说我认为，OK，我的经验告诉我，因为我这趟去了北京，哎呀，我认为北京的食物太好了。这个认为不是我坐在家里想的那种认为，而是我这一次去了北京体验之后，啊，我觉得这个北京的食物，非常美味，非常好吃。OK，所以这个 find。有很多种解释的方法，你不要都把它解释成我发现或者是我找到，没有什么找到不找到的。OK，好，现在 his very being 就是他这个人自己自身本身，他就因为前面有这么多痛苦，你看他这个被痛苦所包裹，然后他那都深入骨髓了，是吧？现在呢，his very being 他这个人本身。Finds food repulsive。什么叫 repulsive？什么叫 repulsive？那个所食以物不好。他就觉得，基本上这个 finds 是他就认为他就觉得了，他就认为这个食物啊已经是 repulsive。什么叫 repulsive？就是食物不好。食物令人厌恶。不好吃，好吃。对。非常不好吃。OK，好，所以这个很能理解吧，对不对？你生病的时候，你感冒的时候，哪有胃口啊，对不对？Repulsive 是很，这个字应该怎么解释？这个字如果讲到食物方面是怎么样？已经令人厌恶，非常排斥。比如说某一个人，他就是从来不愿意吃印度的食物，你拿什么东西靠近他都觉得非常厌恶，那个就是 repulsive，不是喜不喜欢而已，是非常厌恶这个东西，叫 repulsive。然后呢，his soul loathes the choicest meal。loathe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老师，他是不是也是厌恶的意思？他也是厌恶，他的魂呐、啊，他的灵魂都厌恶 the choicest meal。The choicest meal 指的是上等、精心准备的食物，因为这是最高级，对不对？The choicest 选出来的，人家精心挑选出来最好的那一种，叫做 the choicest meal。就算你是再精心准备，我现在也是非常厌恶。